OK， 我们接下来玩卡拉里团队突袭哦。然后好，没有蓄力散弹。这场我们玩双 USP 好了，难得玩一下。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手榴弹比较值回票价的感觉啦。哇！我是怎样手残啊？走两次都掉下来是怎样？前面有空投了啊、哦！这个位置要小心，空投来了，但是没看到人。为什么觉得敌方都在左侧山上的感觉？好，来到这边。哇哇！哎，冰冻手弹。击落。First blood。来了。先补血，先补血，剩最后一只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应该在楼下。应该是在货柜区，感觉刚刚应该位置应该是，但我需要先拉血。哦，他自杀了，啊，可以，搞定，难得哎，难得我不玩手榴弹，然后是玩 USP， 双 USP， 然后结果还获胜了，很难得哎，超难得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玩双 USP 输的几率都蛮大的，我自己啊，有可能不熟吗？对，应该说是不熟，因为双 USP 出在团队突袭之前是 G18， 固定 G18 跟用500在选，然后我通常都选 G18， 所以相对 USP 双 USP 跟 G18， 我会比较熟 G18， 不是双 USP， 在讲座比较熟 G18 啦。右边有人，有一只上去了。哇，他走错，不是他走错，他走相反的位置。没看到那个人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挂机吗？看一下能不能捡他身上的东西。前面有一只，我先打掉这只。至少有个子弹。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。巴马斯这只在哪里？看到。Double kill。OK。巴马斯啊，不会用。我先收着吧，至少有把远的。这场法马，他是怎么拿到法马斯的、啊？我这法马斯 X 哎，啊，是哪？买神秘箱子是？好哦，可以。那个就不买修甲了，头盔就没关系。等我下一场有钱，我直接上三甲，二头满。这一场头盔爆了没关系啊，应该是还好。我前面有一只，他绕进房门，可能要去二楼。有人，近点，这个位置，隔壁帐篷，都没有人。小一 ，First Blood， 有一只在这边，要有耐心。Double kill， 没拉血哈，有一只 AW 的，可能要下来。他在楼上。我知道，就远一点看。去哪了？应该也在楼上。高几率，他一定会跳下来，只是我不知道他会跳到哪里去。刚刚我听到 AW 的声音是在楼上没错。哎呦，搞不好队友赢了。哎，掉倒了。What？
Double kill. 他还躲在这里啊？我以为他会集中，就是直接逃跑，直接翻窗，先优先站点。结果他反而是站，可能原本会被毒圈毒到的点。买个香菇，买个蛇蛋。好的，这一波看能不能直接从中间手榴弹一次四杀，前提是他们 聚集在一起啊，这样就快速结束了。想得美，想得美，有梦最美啊！但是还是希望嘛。他想要丢我手榴弹，我没丢到他，他也没丢到我。没炸到，他炸凝胶了。那个 C 罗的，他是闪弹。Double kill！ 他直接他往后跑，可是为什么他凝胶在后面啊？他有看到我后面的队友就对了，可是我后面队友没看到他，我原本以为他会往后跑，但是往我这个方向架凝胶，结果没有，他是往后面架，那我就直接试着抬枪啦，这样七杀助攻二，输出两千一，还蛮奇特的一个状况。好的，这场还是感谢队友。嗯。